那很多流失的，他家很爱流失的，哎，待在盐田村受难户，哎，的将来一间工厂退休下来，一切是这边啊，哎的沙地，然后哎的苗行服务都现差。大家好，我是张丽珠，他家很爱阿珠姐，他家有的人退到公家机关退休，我就出孙的退休的，退休以后就做了重生工服务，你的歌当快乐。我在少南埔盐田村五年三十三十月，跟苗行去苗行去投家属，我继续我屋卡。投拜做生意的时间哈，相信大家也有那个同乐趣的味素了哈，啊这边哈。像因三三人来聊天，啊，来讲起，因你做生意的时间啦，分摊一下分享啊。因为阿爸啊，特别伫山东港片呢，啊港片啊，我中意个啊，啊，你都特别应该没有中意个啦哈，有啊。特别在生意的时间。在山东哈，特别务农呢，啊，耕山耕田，做些事情也遇到了。是啊，我以前没待到山东啊，读书噶哈，行路行当远，行差不多半点两钟就来，学堂到学校，放学去，下课去又要转去老妈阿妈添煮饭，又要耕一堆块，又要添树做些，所以讲。做生意的噶哈，也有当多心酸，也有当多快乐的事情。平年初，去读书嘅书怕枕头爱霸的，去嘅学校嘅读书，去嗰啲罗天顺做本业嘅时阵可以学校读书，啊嘅，嘅读书嘅用个专业嘅地方，从一行去状元嘅读书，五年成先天咯。喺见你下个生意呢哦，下个九年识咯，下个用嘅哦，都叫下一年也上去四年嚟做学生，原先学校读书，就吼，佮从个去街路坐吼，本以为生生要去学校读书，哦，相对你下个四年呢，还有佮用个田茶厂，还有啥个接送个着。讲到读书哈，外尾十多一星期呢，啊，就是，如果我去学校爱半点两钟，我其实外尾差唔多个呢，我可能带病下嘢，故说，做出门啊，差不多田尾一张桌都不看嘞，因为特别无马路咩，读书全部爱行路个呀，哈。系啊。系啊。啊，你转来去还无烦恼事咯？一等爸爸妈妈上当做事，转来煮当油，大家穷啊，坐等来吃饭咯。来吃饭，转来油饭事咯，阿爸又个分不了冷饭咯。也都是还不乱噶嘛哦，我丢了俺不要死嘞，又不要死太累了。很在高，很在高啊！按烟，你是半路看到你的感染嘛？感染我头上你的感染嘛？上你半路。无哟，东乡是等于都行路行了半路的，都是要的，看到目睭就咩咩想的说。像一些些事情哈，啊，台湾阿爸耕山耕田啊，我生了不没有一分田啊。故说第三档啊，我牵牛出来田方做田，啊，路方经过安尼状况啊，状况的时间，跟后生人啦、老人家啦，啊，看到真可怜啊，死了一生气，后来我是摸阿爸呢啊，他家人学水牛，你怎么学长牛？啊，他讲长牛不是温水啊，好好照顾啊，哎、啊，最近死到呢？是啊，我爸没有买一条大红太条的长牛，我行一天数来割草本几十，这割草赚来又一天数煮饭，啊，做太妈妈做些赚来煮菜太家长有吃鸭呀。我要去学校读书，书包再用个枕头按大虾把的，个长长的书包把的，我教读书，我在阿叔门来，奶奶，我讲我去学校读书了，做唔得，只不过忘天，我割草。你上当啊！割四只太阳干个杨树啦，我割年树、毛树都要带，割了出血出血，哦，按割转落去，
我们都医学个个阵来煮料都无好好煮个，都爱用高汤，酱油个个用个。讲到酱油的事情啊，跟来广东讲，头摆阿爸做先生退下来吼，后来伊也做家长会长，家长委员个着。故说各种个放假时节啦，先生要落来要开料呢啊。我拢不卡了时间，安尼又当上班啦。看到新厂来是做位，安尼各种个木头个鸟通过那边空的，等新厂做位时间，安尼才扫出来。想起以前呐、啊，当辛苦啊，又阿爸妈又没钱了，本来哩买两搭啦。我挨着我偷偷的走去山洞啦，哈，念作学啦，走去骑树个啦。哦，那么拿到有钱去，安尼就会拿来买两沓食。你有安样个经验冇？哎吼，冇安样个经验。哎，肯有一行个温水转，行电转，搿转来，看到搿暗光好加美，搿木头房滴滴滴滴嘛个东西，来出落去看，看到搿安海只个石头啊，搿个木头草滴滴滚冰岩个草，草啪啪。我讲一点办没，搿要做嘛？防范你，我问我。我这样就放了，到个翻墙度来，不过吼，个草痕嘛，叫佮直接个冰下落去，就爬后翻，吼，佮就只有后翻俩，一弯翻吼，三只石头都崩起了个。哎呦，实在也一神奇哦！你看种个经验啊，还广东国还唔是谈过，啊，佮实在当珍贵啊！我家阿祖姐也有讲起讲，做细学个时间吼。伊山东啊，念足学个着，我是徛手个徛足个哟，我赚到个钱，我做嘛啊，买新衫裤啊，搁买鞋啊，头摆当裤咩，无安样个办，无办法吼，只是个衫裤。阿祖姐加安样个机哦，安尼一年通啊。其实吼，你哈细年个啊，安相思啊，安尼讲不易谈讲，哎呦，以前安尼个心酸，安尼个着向个。用个磨啊，底下按好个按缝用。底下讲啊，讲帮阿孙个谈，阿孙个讲有阿婆有养嘛。哎呦，头摆读书哦，买双拍鞋啊，个穿个蒲墙草底牙草个啊，都个草个牙粉啊，切个拍鞋啊，切。我切到唔盼得作，切好有眼来抗定，又唔盼得作，都变一变了作啊。三年前买鞋，都六年前变一变了作唔得了。该有该用个呀，该都买来。出啊！出个上鞋，个心情呢？一年到两年出看到个上鞋，哪个挨咩磨？很辛苦啊！很辛苦哈！很伤哦！哎呀！头摆吼，搿种个你过无四天，完成以后呢，阿爸是阿妹是要准备当澎湃搿种个菜来庆祝啊，安到做喜功啦啊！因为头摆磨搿种个。天赋呢啊，用牙师傅点到光光吼，他讲你使到伊有乐趣啦。阿祖姐，你有安样经验冇？有多少会滴啦？牙师傅唔免用个笔个呢，牙师傅哦，一只用个管个点起来，电站火用哦。哎、所以讲光线啦、啊，清约啦，佮做办公啦，唔免做施工啦。做办公一摆，做施工也一摆啦，多少也滴啦。伊等于他把开米起木啦吼。啊！主办人本来就天数的人是点心嘛，点个饭伢嘞。嗯，该做事工，该建筑款都该交的咯，都该交的。哎呦，该领导上个来交，该十个老人家木做看门的，该哈哈子该排起排的哪来放几只？将来用去专门接路费款咯，该讲就建筑，好好笑笑。哎，外面该阿江伯啊，该十数有该用的个外卖，听我两个中啊装的。用个电用管啊，洗衣哦，做物个用，个用个，做个早起工作用电用个水咯，一包一叶会掉起来，但我冇变少。系啊，以前人当辛苦。头摆吼，头摆早起工啊，运啊，安样个活动啊，伊难得，生意当欢喜啦，伊边样啊，一年头天啊，刚刚使到澎湃吼，广东冇嘛机会，是家都安样。过无四天啊，完工的时间，哎呀，再有办法，有经验，有专业好事，实在一神奇啦。系啊，你哈生意呢，唔比以前的辛苦哦。你啊，讲比谈
起毛麻心咯。头摆啊，该阿爸啊，一家啊，按不头去买房啊，因为市面上的关系啦，故说三公木板也要吃点竹火哈。油光火。油光火，搿头爱到买房来啊，搿爱行半点人上啊，哎，也按不头行，也等于讲你啊，啊，故说来到买房啊，有三公木板也有张砖啊。其实阿爸咪当冇得，爱做盘呐，阿做只人事都有嘛。阿妈妈当咩当神仙嘛，佮咩要去咩同乡，佮咩要落个点神明作数啊。佮我向外咧就讲，大家要奉办，因着奉办来咧拜拜个样。所以讲，了都最先外咧都是托个福出来个讲，然后咧了哈。关怀祭奠那边有一大奉班，伊还重新讲有嘛节目，俺哋头就咪要大奉班、大整老饭、包粽啊，俺哋头样样都会。嗯，阿书记还讲咯。头摆哦，大奉班，头摆要供拉个人啊，就庙方个大神殿班。我大神殿班哦，看卖神殿班一重个，他睇着，每一家人哦来办神殿班去，啊，人都命去，可以给每三十大三盆。所以说对比着，那两盆那是大盆，半个盆，半盆是哪盆没有好？佮拿到佮风干咯，拿来看记得以前佮吃了风火，按见到佮盐水个头啊记得，佮些颜色咯佮风干咯，佮新顶板。哎，头摆大板的部分哈，是在要一靠贵啦，啊，头摆木板好生嘛，有板的好生，生意当欢喜，啊，故说迄个有做神山啊，有做拜拜嘛个呀。好啊，所以我特别团结哈。系啊，你以前还是唔得啦，来到了做志工去的，我了到黄老师啊，带教我了就讲啊，你着做诶神殿板，哦，我着去年就打了八个折去送人的嘛。当大家就同欢喜讲啊，我们有多好一样的个做打板的技术啦呀。你啊，无神殿好打的都唔讲啊。另外，今天我发发表，那个嘿，目前顶班我打了打六顶班啦，二十九顶打六顶班，哈哈哈。可比我五十大只顶六顶班，都半日赚二，都半日赚二呢咯。你搞不半日赚咯，打唔咩讲嘛？又按点，只要目前顶班我打半六顶班了。系啊，讲有意思哈。头摆带深度哦，磨牙齿啊，阿妈当辛苦啊，特别诶，检查检查这个头哈，转来，因为我有血柱的咩，血柱的时间，我有个用诶，我闻韭菜不易食，个韭菜没讲啊，青菜是长下去了，所以我收获啊，收获来闻啊，不管煮饭也同样，全部我要煮，用手炒手煮下来，才有办法。完成两件事情，阿祖姐，伢俩没动上油哈？系啊，我妈妈以前没专门烧炒菜呀，安尼就家人咪要去天数兼炒菜来烧啊。哈，落雪天佮就会打着雪板嘞，来分了着生意来说，下把又会整着会发包下来。讲好头摆打板嘞，佮无变相打到从个广场站个做下个，还吊灯难过，佮从个面多说贴灯嘞去堆起个样个。用个灯管去动下水咯，呀，那个用个哟。哎，系啊，啊动了嘛，该人家灯管动嘛，该流失。该用个发包个呀，该动个南个水南跑下去了。哎呀，没不适应，阿婆啊，我打两只板，你从没掉过个，唔得动下水咯。难采购啊，哈。嗯。哎呀。个八个水俩，个台湾日本石头，哦，个下那古路。个功夫个时间，古阿天都那一点。故说啊，乡下农村哈，特别实在也辛苦。故说哈，像阿妹阿爸哈，爱乡里话学煮的哈，来各种的来增加安尼个生活的费哈，也一辛苦啦，共同讲。特别要学搞读书啊，常常个书法，个八顿书法也跟头八顿，悄悄个八顿爱学搞读书，打擦脚，爱行地学搞。计我一只阿叔都无卡行，我做田，讲我去哪，我个学校读书，佮做唔得，佮咩房田，我改落错本样个说，真叫学校读书，我就改。啊，从前头我当做新店种个做行业，个错
不明为实的，咱有时间可以学校读书。搿东片厕所，搿学校的教室，迄竹壁个搭个，搿竹个搭个倒来，倒个一落水一拍来以后，搿教室啦，煞斜着弯脱。不明在我搿运动场个，搿有三票上树树下都搿上课。我以三年前都搿上课都五年，何不明两年才有教室，何搿搭个读毕业？我细来行较好，有个读书，迄细妹做唔得读书。佮就讲个做物个细妹无做咯，要佮家人呢骗人的假存牌。但是我也虽然辛苦啊，也有一快乐的事情啊。我头摆乌卡带三度呢，佮我边过搿片山搿边在有只灵山啊，很多阿田叔啊，佮搭摆哈，我去南部搿边请朋友吃酒，吃得酒哈是。行遍转，行到外屋在过个时间啦，是创伤过呢啊，佮过上一以后哦，冇难谈哦，但是上时啊，又冇创过个啦，啊，故说佮搭把创过创遍转哈，我哋都要要注意他，佮因为阿冇创过个，要吃得我哋都要学习啦，要做娱乐一以后啦，以前东部。凡讲诶，吼，佮外国体啦，田亩大少吼，所以来种泰菜，特别泰菜吼，是来种下雨，种下雨诶时间，到暑旬诶时间吼，是比下割割雨啦。泰菜割雨了以后啊，是比适合啊铺垫，比晒一下，比早了了早水，然后是种起来吼，是拿来啊，卤羊，卤羊比啊塌塌诶。结果啊，冇是用树，哎呀，其他去嘞，去比远比出水对喂哈，哎呀，哎吧，是准备太阳光，太阳光，中央好冰对喂盐落去啊，一面冰盐，一面跟用个泰菜是按冰落去啊，越冰越冷，越冰越冷，冬冷以后哈，太阳晒子啊是上去，是它啊，它比湿中对喂比出水。出水以后呢，是夹个是为年嘛，年的时间，他也会讲哦，伊讲你啊，我都买个长途章做的，因为他做唔得时间，又好在个他都做得回事。你阿母家特别有做太菜，应该有安样的经验嘛，哈。对啊，系啊。系啊。所以你望下去的，就拿出来晒，含菜做些做同样的作品啦，哈，成品啦，可以做副菜。泡菜、咸菜干、梅干哈、梅干菜，还有嘛个还有好几种的吃法啦。田方又有萝卜的好棒，棒多又做些晒萝卜干、萝卜干、萝卜丝、萝卜钱，晒干的些又就大家就有做菜，还有种到墙菜、高丽菜，过年的时间又有熟食又有好食，两个半夜又种到菜嘛。挨到家乡那有很好种菜，你也到菜帮田，挨到大田，做来爬绿树，做绿田上做些的。佮田方哦，佮无来去来打落去头块牛的耕田，佮用个泥砖来去踏个爬，去黄田，然后个再规整一整有湿田。下大绿树湿田，底下个工业时代田牛的宽宽的，就有湿的，就落的。喺个山方吼，共同讲，佮山田呢，一般来讲，很少种东西，因为我哋都唔系完全靠嗰种个田方咧来食饭，因为还有江山呐，江山有种甘嘅，有种茶，又还有嗰种个竹嘅嗰条，有树嘅嗰条好卖啊，特别以前几年啊，佮我虽然不会田啊，三分人啊。结果唔免用钱买呢，阿爸老个阿哩生产部乡长个太夫啊，那伊用样个呢啊，用挖呢啊，哎山搭个一搭树个吼，来挖三分田，讲起来他唔信咯，哦，不说台湾树个豆油加些，哦，钱来讲还无唔得挨输赢，啊，故说挨无人挨无国无人地。
哦，那三分田没用钱买，用书的一般呢。哦。啊，故说人家三分田有价值了。嗯。以前有南棒炭矿，在那边南庄矿业个哈，哦，佮山东的书的上市的吼，爱炭矿个用爱做冰的草，太两寸以下的吼，以上的吼都有一层面以上个就轻贵了，佮做炭矿个强个用个条个，哦，过三桶个了个轻贵。哦，佮佮个含油了等于，我烧火炭啦，火炭烧出来啊，台湾无瓦斯啊，我用焚炉啊，拿个香炭去烧，个普茶煮，出煮锅个煲汤个了啊，我用焚炉去，个香炭去煲汤啊，哦，佮咱利用个多啊，台湾没有瓦斯个哈，就按用个神法，哦，佮过来个，无个好个样个。哎，比方说，讲到你啊烧火炭的事情哈，我是想起我做生意的时间，阿爸阿公搿头哈，也有做过两件事情，但是佮炭矿搿边无异，但是木薯呢有一只烧搿种个向西烧的炭窑啊，啊，你啊目前也无出来啦，啊，但是我做生意的时间，搿几年还当明显，我听阿爸讲啊，搿烧火炭哈。我有动有耐心哦，每讲哎，弄落去是烧的吼，一天来顾好了，顾好了，才会烧较好的搿种个火炭啦，啊，搿火炭加并不是唔讲，佮做嘛个用处，啊，搿伊家方用处啊，唔是一般安尼啊，暖水啊，用烧竹叉啦，或者啊只一般的造树的搿头吼，故作。火炭的利用价值啦，比咧一般的树头还有价值。佮火炭呢，佮上市树头吧，有炭矿时间就有较有价值。哦，佮问题上，佮炭矿要利用佮边的草，两寸以上的，哦，一层面以上的一多钱，哦，佮出天，佮出上市的，佮较当有价值。哦，就因为炭矿要利用要做边的草。两寸以上、一尺以上的个面，哦，个地板加炭矿地板，我强调的，我利用到，哦，个各位还有存到的，烧个火炭，我烧大炭窑烧火炭，个两是上市的轻贵重，轻有价值。台湾人是忙有安样个时代，迄几年人个火炭哦，也后生人哦，像那半夜班烤肉个了啊，伊可以用上炭，用那火炭，用那上炭啦。啊，烧个比你别辣啊，佮当猛火个哈，佮得出去，但是佮较无污染，佮上炭烧个就较无污染。你烹炭的时候吼，烤个肉，留个上炭配个肉出无安好食。故说，变个说。唔讲你啊，搿种个向西树拿烧火炭做出当有价值的火炭吼。我一想起讲个，因为山都当多个油桐树咩，啊油桐树头摆吼，专门爱拿来斩下来吼，来种搿种个羊菇啊。啊种羊菇，家家户户都有人种呀，因为个家农业设备啊，无物个另外的树叶咩，除了中部的、西部的哈，啊，过山度像是出得竹的、出得的搿种的树的之外，要种羊菇了部分呢，也出得他家来种下来经营了。故说头摆做生意的时间啦，我许多家家户户都有一点种羊菇啊，也油桐树的部分啊，头摆当有价值，迄个也无价值了，也油桐树像草样的呀。哎呀，啊，比方说，人家讲个，个向西树啊，向西树摘下来，拿来烧，做火炭，安样个，当有金鸡加吃呢啊，个像台北哈，你啊三度向西树一道，那想到个三度除了向西树之外，油桐树咩一道呢啊，油桐树除了做得做搿种个两个字哈，你油桐树咩第三行啊？因为油加深了呀，几个油桐枝啊，嘿跌下来哈，你是家家户户会去养油桐枝了，头半年哈，价格唔好，油桐枝收起来晒着来卖来做桐油，除了做桐油之外啊，每做的个油桐树啊，都好个态势哈，你做的切下来，
啊，来种搿种木棉，种木棉哈，家家户户因为要增加收入嘛，种木棉买以后的一只副产品啊。搿伢不看，你知道台湾有做油桐树的其他的事情冇？早体咧做体，安尼拿转去收获啊！哦，安尼转不开暖水个着啊，其他用途咪伊倒来。阿汤阿爸讲以前讲，个树个又做在卖，拿去卖啊，做的做火柴棒，以前的那个小火柴啊，哦、火柴棒细细的那种。头摆耕田啊，耕个头家个田，哎，个用木皮好买，买了个田方，个大路主角用木角。每个打祖国打起，从头到尾死到尾，佮胖个呀！佮用佮条件又讲了，还有留到尾胖个泥土个，伢阿伯说都做好啊用，做啊用啊。古早佮头摆吼，佮石板啊啊劈番薯啊，佮还有佮用个菜脯卵啊用个过上啊。因为啊，佮别个说讲个也有道理啦。头摆人米饭啊当食。啊，冇办法完全煮米泡米饭来食，啊掺到其他嘅东西哦，面对也一生气啦，啊，也避免起来也，一有气，以前艺术堂阿妹讲，以前咧饭煮饭啊，看唔到米，专门番薯啊，你还看到番薯啊，就唔敢食咧，看到食惊嘅样讲。一定要番薯嘛，佮一定要会啃番薯，伢冇会到你要番薯嘛。头摆啊，甜来饭啊，佮伊佮用个番薯去掰啊，先硬托个托饭来食啦。佮毛托掰面，托个毛托，佮种阿梅拿来擦甜，佮发出番薯甜到个胶胶个。你食到好个番薯来食又好食，你食到唔好食个粗番薯落去啊，食到乌盘咯，乌罐咯。乡下喺你南庄乡，你啊尤其喺你南富村、延陵村哈，你啊吃盐的环境哈。你做生意的时间有碳油啦，有各种的啊煤矿啦，各等的一种的特别农业设备要做的事情啦。特别天时以后啊，难得有安样的体验，听阿初顶打水鼓啊，还记得咯，阿朱姐，表妹说，还记得天刚，下礼拜啊，下礼拜拜一拜五啊，你关怀祭典。你的祭典叫做延陵沙旗关怀祭典啊，故说他讲记得来拜一来上个画画课啊，拜五来上个唱歌诶啊，他讲从下来斗闹热，好不好？好。下礼拜个拜五个画画课哈，画图诶啊，先稍微教他一下画动身器的东西哦，他讲莫唔记得来啊哈。会啦，会啦，他讲。我要煮下澎湃茶的，要不带到水里去呛大家，是啦。我穿好带点来哦，我老人家，我两转转去两室煮哦，我那有嘛个，要么我煮，这样的做又没做职工哦，我八十人的，来煮煮这两副个饭，两转一室室的就才长煮哦。天光就好。故说你关怀祭典啦，他家爱多几次，啊，人一到来啊，热闹热。啊，他家从下来讲到的平常的生活化啊，不是讲有做些有嘛个乐趣的事情啊，跟他家分享，哎呀，很美，人生过得还快乐，哎呀，好嘛。来，你好，来唱一首歌曲。好啊。太大表弟呀。好啊。好，谢谢。好。送给我们满堂。客家唔好见病病，有人讲我是一个人，一定要坚信慢慢行，走一路行着路，弯路唔好行，顺风顺派一般般，单单的唔是假，太敢认真做，成功唔会难。人家精神来打拼，一生路长，一生路长，大家一定要。